你妈妈好，我也妈妈好，大家妈妈都很好。如果你要擦擦我妈妈，我也擦擦你妈妈。路边一个槟榔摊，那个西施很漂亮，50块一包也不够啊，两包才可以。西下回可能还要再买3包。到底是要2包还是要3包？林祖妈弄好林包。这条歌就厉害啦，我恐怖。哎，3-4百万人点阅呢，有假，即卖就红诶。开始，继续挂。慢慢讲，慢慢讲，1、2、3。可不可以静气一下下就？八大熊。啊，偶像，偶像，偶像。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可不可以不要让别人知道？那天经过你的家里，看到你晒衣服，你可爱的脸庞让我心脏在砰砰跳，头上美丽的纱衣架，高贵的蓝白拖，还有粘在嘴角性感的槟榔渣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是摔破眼镜啊。我有一天是半夜有一个人传他的那个这首歌给我听，我鬼喊，我不会，我鬼喊得行路行来行。哦，那样来红他这款嘢，到底问题是出在多一个回转盘？想的，哎，真的，我们要先问他，这个创作都有个动机嘛？是，这个动机是什么？其实也是我们家乡。很多一些林班歌，林班在山里面，哦，对，山里面有林班，就像哎，你妈妈好，我也妈妈好，大家妈妈都很好。如果你要擦擦我妈妈，我也擦擦你妈妈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这刚才在补。其实我发现很厉害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那个像我们在写歌词，有没有？我们是那个韵脚要去抓得很漂亮，对。可是他可以很自然的把那个韵脚都不要，对。然后唱出来又顺，对，就很顺。我觉得真的，哎，不怪龟孙他拢骂骂哈。啊，那拜过来先挂哈。没有，没有，想主要是那歌词的内容吼，足趣味。对啊，因为妈妈哭嘛，擦眼泪嘛，自在，很自在。我讲，那个红红甲无红无分，讲对一代对一代啦。是是是。安尼，规时咱大家来做伙。现场车拼者，自由创作，自由发挥，用榕树下，大家拢会晓嘛？爱接过，接过，接过，啊，唱无同款的哦。我来开头，就是林班歌啦。对，我来开头，啊，你都要接着哦，接着，接着哦。了解哦，榕树下哈，用榕树下，啊，是，啊，是，你别逃，你别逃。对，好像后面比较吃亏哦。对啊。稳住，稳住，换回来，换回来，换回来。后面蛮吃亏的，等一下。谁先啊？你先。你要。路边一个槟榔摊，那个西施很漂亮。请问你一个要卖多少钱？可不可以50块买2包？50块一包也不够啊，2包才可以。西下回可能还
要再买三包。到底是要两包还是要三包？林祖妈拢好林包。哎，不是还有一个？因为他老神鬼，唱歌也多唱爽。你去看苗可丽的位，我看苗可丽弄杂波来卖照，好吗？不要为难你了，我不要为难我，真的。那洗牌洗牌洗一下，洗牌洗牌洗牌，洗牌。下面哪边做陶姐？啊，来老师龙叔先，你无错的哦。那天看到你爸爸一直去隔壁王阿姨的家，王阿姨的家到底有什么东西？为何你爸爸一直去，一直去，又回来拿东西？不知道他跑去哪里做什么？他去看阿姨隔壁的老王。我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啊，王阿姨，王阿姨，原来是爸爸的阿姨。哎呦，不错哎，化险为夷哦。我觉得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好难哦。再一次。洗牌，洗牌，洗牌，洗牌。太难了啦。洗牌，洗牌。哎，你想为什么我在后面？那个感觉好像要去洗澡，可以吗？准备好了没？三太，我觉得在你旁边太危险了，不安全。你 OK 啦，你 OK。来，一杯榕树下。哎呀，有个帅哥想泡一个女朋友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他只好用写信的，希望他能够理解他，信里面只写了三个字，就是我爱你。那位姑娘拿到那封信，没有看就丢进的是桶里。啊，赶快去拿垃圾桶拿出来，撒一点盐巴吃下去。